谁来催蜡烛？一二三，催！你先许愿，你许愿快点，你要许愿，谁掉了？把蜡烛吹。你要许愿，这个吹快点，是不是？大力一点。好。闪灵哥哥帮你吹，大家一起吹。哦，吹倒了，耶！灯亮了，吹熄了，怎么许愿呢？受冻了，快点，灯亮了。好，梦姐，你许什么愿望？就是快点吃到蛋糕。梦姐，你愿望是什么？第一个是快点吃到蛋糕，第二个是我不要再吃蛋糕，第三个是不吃蛋糕。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偷偷吃一口奶油好了。你喜欢哪一个颜色？好了，你要签单。